殿下，这是什么？是羽幻的光剑。看我的！司命，殿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镜湖边都感受到了无色城的震动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只是这水晶。水晶怎么了？是羽幻，他出现在水晶里了。刚才被他攻击，恐怕水晶不能再用了。殿下，羽幻闯了坠雷被下的灵境台结界。果然，红渊。你快扶大司命下去休息，另外召玄王和子王回来，进入我们要死守无色城。是。是。羽幻可能会带着消息回京城了。无色城的入口一旦被发现，我们就会十分的被动。我知道了。殿下，白银恳请殿下去解最后一个封印吧。可是灰飞烟灭一事，我百年前我们就已经做了决定，如今是殿下做决定的时候了。我没法做决定，危险就在眼前，如果苍流大军攻来，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阿英，你们是我的家人，不是我达到目的的工具，再给我些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殿下，别再说了。殿下，臣有一事禀报。是水晶的事吗？正是。羽幻被逼出通道之后，臣发现水晶打不开了。其实我在水晶中又看到智者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什么时候？就是您逼退羽幻之后。哎呀，坏了坏了坏了，之前臣一直以为是只是怀疑。殿下，你们在困龙渊的时候就发现也打不开了，但是只有片刻，很快就恢复正常了。
哎呀，臣以为臣是年老昏花，法力不行了。难道跟天庙上的水镜有关？哎呀，臣查阅过古籍，发现咱们无色城的水镜同天庙的水镜内部是有关联的。如果咱们这边打不开，那么天庙上的那水镜它就打开了。不过殿下，没有臣的力量，他们这个水镜也不是随时就可以打开的，很有可能是打开片刻就消失了。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确定它什么时候打开，都看到些什么，对吗？正是，殿下恐丧危矣。我父王当年是如何做抉择的？先王殿下当时是犹豫的。傍晚在给西京大人指令之前，殿下一直是一言未合。他跟老臣讲，他就想让你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在草原成长，远离纷争。他对老臣说，帝王之道乃是孤绝之道，他一人承受足矣，他不愿意让你也来承受。可是后来他还是把我找回来了。是的，在父亲与帝王之间，先王殿下选择了帝王。帝王之道从来就是孤绝之道。罪臣与幻参见智者大人。宇焕此次越狱是有原因的，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，也算是给您一个礼物。你去了无色城？您怎么知道？因为水镜开了。现在我要你再进去一次，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灰飞烟灭，无色城破，水镜打开，应该怎么做才能破这个局呢？
这是什么？六星逆转阵，之前都没见过。难道这六星逆转阵可以解决六王灰飞烟灭的事情？太好了！妍希昨晚没回来吗？没有，听昨夜的士兵说，妍希临走前说带那生去京城游玩几日。好，他若是回来，叫他来见我。退下吧。是。苏魔，我找到方法了，我找到解决灰飞烟灭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六星逆转阵。六星逆转阵？是。你先告诉我要怎么做。于灵境台献祭力量便可逆转命轮。又是一个逆转命轮的方法。可我知道之前你在这个玄黄经没有发现这个阵法。也许是我看错了。苏魔，我找到办法了，阿英他们就有救了，你为什么不高兴啊？只是事情太突然，而且我觉得这本玄黄经，我只是在想是否可以找一个更加安稳的万全之策。没有时间再等了，无色城被闯，水镜也被打开了，我比谁都知道我要去解开最后一个封印，我比谁都清楚最后一个封印我必须去解，但我也比谁都不想看到阿英他们灰飞烟灭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等那个万全之策了。所以你来找我是为了黑曜石？行，你跟我来。这是做什么？玄黄金给我。这是什么？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之前我在苏诺的身上看见过这个黑烟，我猜一定是智者的法术，幸亏早发现。在昆龙渊的时候，真正的历史与这玄黄经上的记载也不尽相同，这六星逆转阵也是个圈套吧？恐怕智者是希望通过六星逆转来吸食你们的力量，这本玄黄经上面的内容也不可尽信，真假难辨。刚刚出现的希望可却是一个假的。白鹰他们知道这件事吗？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，我会去跟他们解释清楚的。灰飞烟灭的事情还是我来想办法吧。你有办法？等有十足的把握，我自然会告诉大家。好。我听说无色城被闯，水镜被开。是的，羽幻闯入了灵境台和无色城之间的通道，被大司命给逼了出去，随后这六星逆转阵就送过来了。看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无色城。还真是一石二鸟啊。水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推测天庙的水镜被打开了。打开了几次？已知是两次，昆龙渊一次加上这次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何时还会再被打开。这就麻烦了。这几天啊，殿下几乎翻遍了无色城所有的书籍，为了我们啊，殿下眼睛下面乌黑黑的一片。
火焰姐姐，如果我们能不灰飞烟灭的话，过两天我想约你去吃邺城的胭脂果脯，还有刨臀。你都是从哪儿学来这些东西的？嗯，殿下私藏的典籍。光看这些名字啊，我就流口水。殿下，殿下，我们听大司命说你找到了一个办法。是，我是找到了一个办法。大家都准备一下，明日我们就出发灵镜台。灵镜台，我在玄黄经中找到一个阵法，此阵法每一季只有一个时刻方能打开。我观测天象，发现这个时刻就是明日的雨中。明日日余，那时间紧迫，殿下。那我们准备些什么？你去准备一些血晶石吧。嗯，好。殿下，玄黄经中可有说此法的代价？一定是有风险的。可是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保护好你们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那苏魔他有说什么吗？苏魔给了我阵法所需的黑曜石。他会跟我们一起去吗？阿英，这件事是我空桑的事。我希望你能够像信任苏魔那样信任我。这个机会，我希望他会成功。妍希，这段时间经历了挺多的，我感觉我也成熟了不少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以后呢就要更加珍惜彼此，我再也不会任性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即刻带黄天前来京城，切记。妍希，怎么了？妍希，你怎么了？鬼车鸟放出去了。是，大人思虑周全。他们万万也想不到，千辛万苦救回去的妍希已经中了控心之术，为我们所用了。黄天在我手，智者又如何？前面就是灵镜台，大家都小心啊。嗯。这水晶每开一次，要耗费的力量比我想象的要多。殿下，你这一路上都有些心神不宁，你是在找谁吗？我观察一下，羽幻有没有尾随。青市的军兵已经排查过九夷，没有发现羽幻。
那苏魔？白鹰。一会儿进去，跟紧我。好。那苏魔他会来帮我们吗？他不会来了。大家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吧，我们开始。白鹰，你放心，我在。灵镜台开启，这是怎么了？阵法有异，大家快离开！是，是。不要白费力气。
会啊！这六星逆转是个圈套。殿下，殿下你怎么了？他已经被我控制了。还有，你们五色城就只剩下那个老头了吧？黑曜石释放完，什么？苏魔，你……我倒要看看，这么多力量，你怎么承受得了？苏魔在这儿的话，殿下难道在无色城？替天剑，你以为你们的计划真的天衣无缝吗？苏魔早就看穿了。阿英，口中的智者大人，可是要拿你的性命来打开无色城的。你在说些什么？无色城的结界一破，你所在的通道就会立刻消失。你少在这危言耸听了。
英，你们先回吴色城，我要带他去疗伤。井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是智者大人出了事？若是如此，倒是天助我也。白鹰的灵识怎么这么不稳定？智者明明没有攻击我们，为何我们都受伤了？糟了，有人在攻击无色城的结界。原来六王的生命与那无色城的结界是捆绑在一起的。灵，灵。有我在，我在呢。我怎么了？你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。我梦到灵儿跟父王了。灵儿她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葬在仙王谷。等你好了以后，我陪你回去看他们。星魂海市的咒语，会不会就是墓碑上的那句？你怎么了？你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什么瞒着你。你想要知道什么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那六星逆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想到这个智者给我们设计了这么多障碍，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利用六星逆转重伤智者。你的意思是我们继续六星逆转阵，可是我的封印还没完全解除啊。所以我需要你守住无色城，我去灵境台。我已经获得了龙神之力，这把劈天剑留给你。我们在困龙渊都见到了七千年前的悲剧，而且差点用它伤害到你们，现在你又为何会？我从来不相信命运，我相信你。之前一直想告诉你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其实一开始我就猜到了，去九域的这一路上，虽然你是真兰的模样，可是你的言行举止根本就不是的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我身边，而且你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，你叫我白鹰，可是殿下他叫我阿鹰的。你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听我的吗？那你叫我阿英啊。算了，我知道你们是有原因的，这点默契我还是有的，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肯定是个圈套。所谓的六星逆转根本就逆转不了什么。要不要告诉他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呢？但若是知道，他定是不会让我那么做的。不用担心，
啊，阿影。大人，你们都下去吧。今日我把诸位请到府中，想必诸位早有所耳闻。静塔上发生了很多事，智者大人却依旧没有任何指示。石鹏大人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你难道不明吗？当年智者大人一手提拔我们五人，赐予我们不老之身，还给苍流带来了术法利器。现在难道你想背叛智者大人？你难道没想过吗？先是余欢，再是全仙的苏诺，智者可有再给我们指令过？智者大人早已弃我们于不顾了，你们难道还不明白？在成为弃子之前，先让下棋的人出局。还是诗贤大人最能看得清形势。那石鹏大人可有什么计策？余欢不足为惧，只要他一出来，我们就把他送到牢里。诸位，我的棋子已经到了，我要求大家的就是配合我行事即可。智者大人是真的舍弃我了吗？陈兰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到底在为谁做事？苍流之内有不忠之人，智者大人，圣女玉珠恳请智者大人，此事完成之后，欢与欢自由。真的不用休整一下再回去吗？我还是担心殿下还有红渊姐姐他们，我得回去看一下。那你转告真兰，以我对静烈之术的了解，智者现在肯定受到极严重的反噬，现在是反击的最好时机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后日就是花神节了，我想把灵儿的许愿牌挂在花神树上，为我们未卜的前路祈愿平安。好，我陪你去。
像那片雨，像做你的雨，敲打你的心。人间阴晴，太不确定，趁着心若顺着你，我反复练习，害怕突然大风丢。归去，彼时。